兴奋。朋友的话，我倒是希望是。难得被我抓个把柄，喜欢就直说。一般聊天之前，是不是得下个表情包？表情包有什么用？你长这张脸，不许给我浪费。上周你走，说好了请你吃饭吗？你今天回来的比上周早啊。想早点见你啊。李易阳到底为什么不打比赛？这次提前过去是为了见你。叙旧的话就免了。当年我刚才没有犯规，他跟裁判起了冲突。从今往后董兴成没你这个人了。离开球场那天我觉得老师不要我了。你现在心里有我了。在这个赛场上我有多少掌声你就有多少。干什么呢？在看林易阳女朋友了。还是上一届青年赛的冠军。因为我男朋友过去太厉害了，所以我需要比他更厉害。从今天起我的荣光都分给你。当初带他是因为什么方向？说等以后有了心上人就把他的名字放上去。是你给我勇气。没有他不擅长的，只有他想不到的。加油夺冠，凑一段。今天的比赛也是给你的。